关于帕格尼尼正确的叙述是：关于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左手伸展开来可以跨两个八度宽，与拇指往后翻可以碰到小指，或者正确伸展开来跨两个八度宽。两个八度宽应该做不到哎，但是好像翻到小拇指，这个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？我有看过这样的人，可以五根手指头同时碰到手背。你们是看到命案的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